直被那个叫26号的盯着，好烦哦。我说他们奇怪，你还不相信。菲欧娜，你在干嘛？下周就是情人节了，我在做送给杰克老师的礼物。情人节不是要送巧克力的吗？可是我不会做巧克力。新来的那个女老师就在食堂做甜点，说不定她会做巧克力。好多人啊！听说蛋糕很好吃，之前替麦克取过两次。从外形来看，感觉没什么特别的。那是因为你吃黑暗料理吃的太多了。求克老师，奈波，过来。你想要哪一个？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哦，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你朋友拿的。为什么求克老师不自己去拿？因为之前这个蛋糕是做给学生吃的，但不是还剩下那么多吗？给我应该没关系吧？可是这是做给学生吃的，但是还有那么多啊，剩下也很浪费啊。可是这是给学生吃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玛丽老师做的蛋糕真的好好吃啊。我们有没有感觉有人一直瞪着我们？是阿斯塔老师。某人开始嫉妒别人的蛋糕做得比较好吧？确实，自从玛丽姐来了之后，有很多学生都不吃哈斯塔做的甜点了。不对，卢基诺，你不是不来食堂的吗？哎，还有，你怎么拿到蛋糕的？我要这个。这个是做给学生的。我其实是杰克老师班的，只是个子长得高了点儿。是这样吗？就这样。骗人的吧。